欢迎你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。一个健康稳定充满活力的中哈关系，有利于两国发展振兴，也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。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，中哈双方我们都会坚持初心，守望相助，让睦邻友好的理念世代相传，不断推动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。10年前，我是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新一代的倡议的。双方要加强合作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多的成果，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。